行啊，晚上才是我的时间。因为刚回来不到，回来一点点的时候。嗨，阿姨，嗨，嗨，早上来到男生，不是早上。但不是早上的时候，是下午的时候。只是早上的时候，中午的时候就到公司准备了。嗨，维朵娜的雏菊。嗨，谢谢太空的幸运草。嗨，开什么？哈欠会传染，对，哈欠会传染。今天是什么？那什么啊？什么是对麻战鬼？那什么？谢谢阿元的彩虹糖。嗨，仙季冬，怎么那么短啊？傻眼猫咪。嗨，神神，嗨，末日，嗨，焦糖咖啡，好喝。我好久没喝咖啡了。在想要不要染头发？在想要不要染别的颜色的头发？可是想说算了，好懒哦。就还是染原来的颜色好了。嗯，该去补染我的头发了。我已经开始布丁头了，我已经有很明显的布丁头了。要再去补染才行。快闪猜拳吗？哦，对啊，感觉很好玩耶。而且我一定会一直输，我跟你讲，我猜拳超烂的，猜拳真的是无敌烂。运气很差，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猜赢我，这样大家要拿到福利，对不对？感觉不错。真的早起也很累，太久没有那么早起了，而且因为我也没有睡，昨天还行啊，睡得还行。昨天也比较早睡一点，但是也没有多早。对，就是因为累了，累了就很不睡。可是其实我没有一时间就睡着，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突然睡不着，可能太久没有上演了，有点兴奋。早太的没有工作就觉得好兴奋，然后睡不着，而且我们就已经很久没穿小橘了，然后就是久违小橘，好开心哦！这里可以穿到久违小橘，虽然我等一下要吃东西，但是我还是涂了口红。晚安，安安安安安安安。对啊，下午的时候，还有晴轩，谢谢海不杀姐刀，谢谢太空的话题金锤。嗨，海君汉，闪人什么？为什么要染绿色？绿色好丑，不喜欢绿色。我最不能接受的颜色是绿色，对，因为我不喜欢绿色，我真的没有很喜欢绿色，除非是那种很可爱的绿色，但是很可爱就是染在头上就很奇怪。但是要染紫色啊，紫色是我的颜色哎，就想染那种烟紫色，就是淡淡的。没有很，不是那种很亮的，就是有一种烟紫色，不知道大家应该可以听得懂我的意思，就是有种雾面的紫的感觉，不是那种很亮的紫，还蛮流行的现在。谢谢幻影战士的告白气球，染成黑色吗？没有吧，就不打算染了啊，就是等它自己长。你说之后可能就是等它自己长了之后。就直接剪掉吧，就会变成原本的黑色了。是我在思考哎，怎么办呀？嗨，一卡嗨游戏咯，感觉对麻将鬼那是什么？我想用紫色看看，可是我又很怕伤发质，因为我觉得已经染过的头发要再染第二次的话不太好，而且我的那种紫色可能要挑染，就是没有办法直接染。直接染可能颜色就没有办法上，就是可能会上有点上不去，所以觉得有可能要漂，有可能是要漂，可是我觉得漂头发很伤发质，所以我其实个人不是很喜欢漂头发，因为漂完头发就会变得很粗糙，我就不太喜欢。但是还好啦，因为我算是还比较算是会顾头发，但是就不知道怕还是会影响。
柜仔还去冰，对啊，互动就是那种即时的那种感觉，还看起来蛮好玩的 feel， 就是那种可以跟大家近距离互动的 feel， 而且就是比较好，嗯，就是比较自由一点的那种感觉。哦天啊，好累哦，真的好累哦，好烦哦。啊、天啊，还要练舞。不行，我想睡觉，我老了，我真的老了，可以退休了，是时候退休了。嗨，米悠，嗨，没有，就是觉得很想换看看别的颜色，因为我本来就还蛮喜欢换造型的，可是就是，毕竟要染头发就觉得有点伤发质，所以我自己也是犹豫很久，就是在想到要不要染，可是我又怕染之后就是会。就是对发质不好，所以我其实也没有很想要看，很想要换，而且就是换了还要一直花钱，有点麻烦，是要花钱保养啊什么的，所以我自己也没有那个打算吧，就只是有点好奇，就是染起来会是什么样子的。唉，嗨，早点开心就好。小学生外出教学，八月应该考，早上要开花花。八月好累哦，最近都好累哦，最近什么都不想做。怎么办？我有初老症，听起来好浮夸，初老症。天啊，什么事都不想做，只想要躺在家里发呆，当只猫。我想当一只自由自在的猫，什么事都可以不用想。你可能哪里在呢？为什么都没有歌啊？歌，给我歌，不好听的。嗯，不知道听什么，都是可能。啊，不行，快睡着了。清醒，清醒！哦，久违小菊，真的好久没有跳完。我想说，我、哦、完了，我这么久没有跳悠扬剑，会不会忘记？结果没有，我觉得忘了这件事真的太好记了。悠扬剑是那种，就是你可能学会了之后，你一辈子都不会忘的那种歌。它的动作真的很没有很难，就是蛮简单的，就简单到就是，就算你很久没跳，就是你只要就是想一下，你就会记起来那种，你知道吗？很厉害。因为我很久没，真的很久没跳钢管之前，因为我没想到我还记得怎么跳。我说啊，怎么办？我在想说，完了，我一定会忘光光。然后就发现，哎、欸，我怎么都还记得，这样超好笑。嗨，勇哥，我明明看到没有穿小菊，我明明看不是穿小菊啊，小菊是 Daisy 组穿的，我们是穿二单的，对。你想太多，因为我每一组就是因为刚好就是一人一组，是一人一组，刚好是不一样的那个单曲的那个衣服，因为没有办法那个就是因为会比较赶啦、啊，所以就是会一组一种一组一个单曲的服衣服，所以我们面试的时候没有穿小菊啊，嗯，我们是没有穿小菊，我们是穿的是二单的，我们是穿 T Festival 的。跟黄色比吗？嗯，两个都差不多，不喜欢，因为很少人会染黄色的、啊，黄色就很奇怪，就普通吧，就不太可能会染那种颜色啊，除非是金色，就是那种很像洋娃娃系列的那种黄，我就觉得还可以接受。你不过你的染发蛮好看，可是现实中染那个颜色感觉有点微妙，对。现在这边金丝冠胭脂对，雾面的那种紫色。切换，但是对太空不会，等一下我不会变成正太，就很像小孩的感觉而已。
就是年，就是在年轻的，可能会在年轻的五岁吧，就真的会很像小孩，比现在还要像小孩。我现在还好，但是剪短发之后就会跟小孩一样可怕。对啊，紫色的话可能就需要漂，看状况啦，看你的深浅。谢谢小鞠，谢谢四千 K， 谢太空，不要，才不要战斗，嗨捏捏，中部人站起来，才不要，很久了，对我来说好久哦。金条券的执法。他长怎样来着？我现在想不起来，好像那种升级哦。嗯，我觉得那个升级也不太适合。如果是真的人的话，我的话我应该不适合，我也不知道，就可能太深了，因为我不喜欢太深的紫色，就是普通，还是喜欢有点淡的那种。谢谢无糖，谢谢不入流。金宝没有，我只是说我也想退休了，还没有说要退休好吗？没有，就是累了，会很容易疲惫，好淡哦。Hello， 浪还好吗？太淡了吧，在卡什么的。我老了。至少比这边的人都还要老啊！我就说我们团，至少比我们团的人都老。谢谢大家。其实大家可以不用一直丢，对，就是大家就是玩玩就好，对，可以不用丢太多。这是怎样？嗯，这根毛是怎样？是在 Hello？ 突然想耍，突然想在家耍废，没有，是每天都想在家耍废。比较喜欢挑染，比较特别喜欢挑染，挑染，就我可能不适合挑染，看起来有点诡异，就是有种小孩装大人的书吧。今天吃卤味，对啊，我已经其实我有几天没吃了吧，忘记了，一个礼拜吗？忘记了，总之没有很吃很多。可以自己染过头发长，我不喜欢自己染，因为我觉得自己染没有比较好。的梦想就是当一只只狼，对，我就想要当一只，我就想要当一只肥猫。好好笑，我就是当一只猫，不要当人，好累。首单吗？忘不了吧？没有，我已经很久没跳了耶。你看我们 Sakura 组根本就没有在跳游泳之前，然后就没想到就突然要跳那首歌，而且都完了，我会忘光光，这样好笑。可是其实因为真的游泳之前就是蛮简单的，它没有太多技巧性的那种舞步。它这是一个很嗨的歌，它毕竟它是讲求气氛的，所以它舞步不会让你觉得很难这样。可是我这次的卤味没有鸭心可以吃，他们家的鸭心卖完了，因为鸭心有限，就是它大概一个月只会出现一次左右吧。应该会一个月会出现个一个礼拜左右吧，好笑。很老，今天打这首歌打得快烂掉了，因为我在那边冲活动的那个什么，就是东西素材，我只是为了凑素材。
讲好啦。没有，太简单了，衣柜随便挖一挖就有了。我很幸运欸，嗯，我台版的那个，台版的那个 Ten 讲，就是 Ten 讲的那个中国服啊，很浮夸，我真的觉得很丑，我觉得我的人品就是怪怪的。他就是看我最近心情很那个不好，所以他来送我。我用单抽的，我就用那个五，就是五颗的那个，就是五颗单，就是五颗一次单抽，就是那个手抽五，手抽的那个，然后就是会消耗五颗的那个。然后想说、哦、算了，随便拿，然后把那个弄掉，随便抽看好了。然后一抽就中了，傻眼，真的觉得很扯，他在跟我开玩笑吗？可是台版好烦哦，为什么不是日版？日版都抽不到我要的。然后他们就一直乱，他们乱抽都可以抽到我要，傻眼。从六月开始才没穿的吗？没有啊，很久没穿了吧？就从咪抗，嗯。好累啊！对，因为还要直播，就是会卡到时间。比较麻烦一点，岩柱嘞，岩柱的颜色是怎样？超有萝莉控，可是我不是萝莉啊，我是合法萝莉，硬要合法萝莉控啊，不是啊，合法萝莉没有控，看一下哦，我的天，在这里。超浮夸的，我完全不知道我到底怎么弄到这一只的。江江，好，他又爆亮了，每一次都爆亮。江江，对，我就是莫名其妙的抽中了这一张。到底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我台版这么容易抽到，我的日版就抽不到？我只单抽欸，超浮夸的，单抽竟然可以中，很猛。傻眼，紫色头发哦，我是还好，没有看发色，但是单纯喜欢那个角色的个性啊之类的。谢谢森森，谢谢不留，嗨人好，谢谢。我也很想剪短发，其实因为我觉得长发要照顾很累，然后你要每次吹头发都会吹得很累很辛苦，你知道？可是短发的发型比较少，但是就是短发比较轻松一点。为什么短发话题？我上次戴那个短发假发给大家看，就知道为什么我说短发会有了。哎、欸，可是呵呵，因为他要从我的家里拿来才行。我这边的那个，现在目前假发都很长，不然就是颜色很奇特，所以没有办法用给大家看。对，呆毛上线，呆毛，真的。直发定型可以用火箭队的五脏，什么鬼？火箭队五脏嘞？才不要！你要やめるぞ，やめる，やめろ，やめよ。前段时间小迪在复习游泳之前，对，可是其实我也没有很认真的复习，因为就发现，其实这首歌真的不知道就很难忘记啊，这首歌。没有啊，我们都是一样的位置，只有几个补进来的是不一样的位置啊。照理讲都是一样的位置，所以不太有可能会忘记，因为都是一样的位置。没有，那是鸭心，那不是鸡的，鸡的心没有那么大。一只鸭有一颗心啊，对，所以很久才吃得到鸭心。衣服沾到了哪里？哎，真的耶，傻眼。谢谢。那我现在懒得用我的水。快笑死！对，等一下，先把它弄掉。你上面会有卫生纸屑屑。日版吗？
推日本，没有，不推日本，不推日本。对啊，所以不是每次都有，都是这样的。你的心意给你，给我吧。捧给哟，あなたのハート，あなたの心臓を捧げよ。没机心好意思，那不是机心好，它是压心。快笑死，是没错啦，可是就会觉得为什么我日版中不了，结果台版中了一堆，我就觉得很好笑。哎，真的是，这是命运吗？运命だ。これは運命だ。呀，有的。好，什么眼课？好累，趴着睡。睡吧，睡，赶快睡，大家赶快睡觉。到底对啊。压线打满，对，我现在我今天就是压线打满，快笑死。可是我只打日版的，台版根本没时间打。台版直接放弃，明明就是台版的才该打，因为我台版完全没有素材可以用。那我日版素材一堆，可是因为我比较想要先培养我日版的卡，不然会一直上不去那个分数，那个分数真的很难耶。合法可以做什么？就是不会被警察抓走而已啊，就是你不会被警察抓走这样而已啦，好好笑哦，连四胜哎、欸，很猛哎、欸，厉害，我连四胜，傻眼，什么神几率？台湾在萝莉上真的很冲击，台湾真的是欧洲人，傻眼，而且还是一抽，然后就抽中我要的，重点是抽中我要的，然后还就是单抽哎、欸，因为很难会单抽，然后又抽到活动卡，因为里面会有很多旧的卡，然后就台版真的很幸运，日版就会抽到一个旧卡，你知道吗？就算是 SSR， 然后还是旧卡，就会觉得哦，很生气这样。要死！一小时睡眠时间是怎样？为什么啊？OK 啊，对，这不是说我想带就能带的。绿色 OK， 里欧它的颜色有点特别，有点像银河那种感觉。里欧不是只有绿色，它有很多颜色就是掺杂在一起。它不是只有单绿色，所以还好一点。如果它是整顶都绿的话，我就不会喜欢。里欧的颜色比较像银河的那种感觉，就是里面的绿色元素偏多，但是不代表它是绿色的，对，因为它就是。它就是很多挑染的颜色，所以就是不算绿色。它的颜色有点难讲，
太多颜色，七彩的。嗨，思源，嗨，天龙多利王，嗨，东东，嗨，草莓酱，当什么金马尾模拟一下正面的方法。嗯，觉得那个比较没有那么像哎、欸，对，用绑的比较没有那么的，没有那么的像，因为会有那种就是蓬蓬的感觉。反正你们有看过照片啊，应该就知道差不多就是长那样吧。单车骑机真的就随便抽就，咦、欸，哪点？随便抽才会中，你知道吗？傻眼。而且我这样吗？我没有等他，我没等他跑完，我就啊，反正不会有啦，然后按下去，然后他写 Toriga， 然后哦 Toriga 的，嗯。然后出来就，出来真的是一脸惊恐 ，what 的那种感觉。我说为什么突然就这样出现了，真的是非常的让我惊恐。什么神机率，你知道？别领食，你叫台人别领食，我没有领啊，我都是只有，我几乎都没在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放着，我连活动都没打，你知道吗？活动就没打，我就用那个什么，我就用那个叫什么来着？我就用那个，就是有偶尔会打活动，可是我不会每次都打活动，就是偶尔这样。谢谢舞台啊！转另外一边的。哦，终于，我们转那个黑板转了半天，转不出来。差不多五分钟之后睡觉就要关播了。五分钟，我要睡了。好好笑。刚刚就开直播直接睡死，真的很累，真的。其实开直播也蛮耗就是精神的，只是因为要想话题啊之类的，要一直讲话题。说的晚安，大家晚安，下午好。警察会抓萝莉啊？没有，是你们会被抓走。对，警察会抓萝莉控。我不是说警察抓萝莉啊，我是说会抓萝莉控。明年准备的经验。哦，明年再来，加油！祝你成功。切换僵尸给你一个熊抱。哦，对啊，那时候的头发其实有点偏长的，还不是我最短的时候。对，谢谢还要不杀的布，嗨，加尔吉，海草色，海草色，
真的蛮深的，我就不太喜欢那种绿色。我说我自己染的话，我就不喜欢那种绿色。嗨 F， 对啊，单抽赞。skip 比较会中的，都是传说。有时候我日版就没有啊，我日版是直接 skip 回来，结果没中，所以尴尬了。可恶！突然对，突然爆欧，突然欧了一次。对啊，如果每一个账号都要刷活动，我就会死掉。之前 skip 一些的话就进错了一。像我朋友都是经营台版，但是我对我经营日版，因为我毕竟我的日版一开始就开始玩了，所以我是玩日版比较多。因为我刚开始出的时候就玩了，所以我算是坑蛮久的耶。他一刚开始出来的时候我就玩到现在，因为有些人是不玩日版，玩台版这样而已。因为有些人看不懂日文，就觉得台版比较方便。喜欢什么事的不？2018年的时候是短发，对啊，他一直看一下。拜拜，因为他都只看一下，直接跟他说拜拜。谢谢海洋菩萨的花之鸡腿，喜欢什么的四叶草，嗨北人，强化体真的不好想。现在身体好多了吗？普通，不好也不坏，可以看完一个小时都不啊。今天是一个小时而已啊，耶、yeah! ！你今天本来就是一个小时啊，引领睡波，那我睡咯，晚安。这样很难睡哦。不行啊，真的会睡着，赶快起来这样。这个时间不是你的睡觉时间，也没有哎、欸。等一下会练一下舞吧，对啊，因为我是那种不练习的话就会忘光光的笨蛋。所以如果我不练的话会很惨，我明天就会忘记怎么跳了，我明天就会忘记我怎么跳了。就是那种智障，不是那种很，我没办法，不是那种很聪明的人，就是好累哦。像之前一次刷爆挖死，对啊，好累哦，要凑很久哎。Hi Kevin， 就是要一直打活动啊。现在就有活动会送的，所以我现在是不叫不会错过每一个活动，因为我之前就是懒得打活动，所以我心都凑得很慢。然后因为我现在毕竟没有歌可以凑钻的，所以我一定得打活动，就只好乖乖的打活动。这活动真的很不错哎，因为活动至少也可以凑到50颗左右的钻，所以我觉得至少还蛮值得。而且这次活动也是送了一堆那个之犬，可以。就集满五次，集满5张就可以抽一次，而且一定是保 SR 的，不是保 SR， 只是就是最就是最少一定有 SR 啦，但反正是免费的嘛，免费的就是打起来纯呀。这可以请那个 Viewer 帮我上靠吗？什么鬼？警察会无言。两性才知道没有过哦。耳下吗？没有，我最短有到这里过，就是差不多到这里吧。大学的时候剪过最短大概在这里，真的超短，就很像小男孩，就很像小男孩。所以你们看到那个还不是最短的时候，比现在齐慧的发型还要短，对，这真的很短，但是比目前我们进 PP 里面的任何一个人都还要短，差不多跟法法差不多的那种感觉啊。啊，那没有法法短，大概就是法法差不多那个长度，对。对，差不多凌波凌的那个长度，再短一点点。谢谢 Blue 流告白气球，晚安晚安，还真的晚安耶， yeah, 睡觉喽，真的很想睡耶。
错边了。直接把枕头搬来了，超想。你要买个颈枕才好睡。我没有那东西耶，我家里有啦，但我这边没有的东西。一人不小心睡着看五小时，好厉害哦！五小时也蛮强的啦，但他应该赚蛮多钱的吧？他说不定赚很多钱呐、啊，凭什么关他，对不对？如果他赚很多钱的话。嗯，买了颈枕才要在面对体验到雨，没有晚上都不睡觉的感觉。每次都会落后的，没有，有些人不怎么练习，他一样可以记啊，记得很清楚啊。我就是那种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去记的那种人。但是可爱好きで焼き合います。全然可愛くないよ。ブスです。ブスだわ、私ブス。当然有睡啊，就是没睡饱。而且因为我下午都在拼活动，所以其实我休息时间呢也全部都在打活动，就有点累。其实我原本下午想睡觉，可是我发现我打完活动就已经来不及了，就已经来不及睡，超好笑。还好啊、欸，因为我也有用券抽过 SSR 过，就是真的就是看几率啦，看你信不信而已。嗯，跟爸爸差不多短吧，比学校反校的学历短，嗯，对，再短一点点。太亮帅，因为我放有亮之后会变萝莉控了，什么鬼？对，就是小男生头，很短，真的蛮短的那时候。对，我剪的时候是暑假的时候，大概是升大一的时候，对，我那时候是升大一的时候。那时候去推没有，因为那时候没那么短。那时候进来的时候已经是，我那时候进来的时候已经是长，比较长的时候了。对，嗯，好是好是好，第一页会比较好。为什么有些人睡得跟我差不多，可是他们记忆还是很好啊？我觉得那个就是天赋的问题。唉，没有办法，这世界就是这么的不公平。算了，有颗巨大的枕头。拿他什么？对，反正就算直播睡觉也会有抖内，对，我就应该也会有吧。谢谢南宋锦上车彩虹糖，他每天每天多小时，我们这边也有某个，我知道，是说果果蛮可爱，不用，我用不到那种颈枕，所以不太需要。而且我不喜欢在别人面前睡觉。就有一次在车上，我不喜欢在车上睡觉，因为有够丑的。因为我睡觉，你知道仰着头很容易嘴巴张开，你知道吗？超丑的，不要。自称不死，我真的是不死。嗨，老沙海威也是，比较不会腻。对啊，可是还是很多，这不是你就那几，你就那几首歌可以打呀，懂意思吗？他还是只有那几首歌啊。真的还不是永远只能打那几首歌，真的好笑。谢谢泰克，谢谢泰克的告白气球，耶、yeah ！比小慧短，差不多吧，在字对，比对比现在小慧还要短，真的超短，那个超短，这很像小，这很像小男生，真的超像小男生。有时候因为那个是我大一的时候，所以我的那个照片已经失踪了，对，因为那是我之前的旧手机里面的那个照片，所以。现在已经不知终不知去向了，那个照片要找他也很困难。其实好像找得到我以前的账号的话，但是我不知道我找得到吗？那种东西还在吗？我来看看，我觉得应该有，可是说不定被我删掉，我不知道，因为我账号换了好几个。我有点好奇，账号太有点多。看一下我以前的账号，应该有吧，忘记了。有点难说，因为我很喜欢把旧照片删掉，不然就是不太会发。对，我有时候不会发照片，那是好久了耶，是我大学时候的账号，但是我有，好吗？还是更久啊？看一下好了，滑一下，
怀，真的不知道我到底多久了耶。那是有发过吗？我知道我爸妈有，我爸妈有超短，我爸妈有留超级无敌短，很好笑。可是我那时候超丑的，所以我不是很想要拿出来给大家看。对，那时候的我很丑，所以哦，那时候我也好瘦，那时候我比现在还要瘦，很可怕。我想一下，我还真有点难找哎。我有以前就是弄短发的那个假发，可以给大家看照片，但是因为有点二次元的感觉，所以大家想讲，但是我以前戴假发的时候，这是假发，这不是我真的头发，对，这就是很，这比这个短哦，因为我是有露到耳朵的，我那时候剪的短发比这个还要短，但是我短发就是像这样，可是因为我这个有画那种比较浓的妆，就是比较二次元的妆，我那时候贴睫毛，就是贴假睫毛。嗨，西芬，被雾排不走会影响，对啊，我也那么觉得。抱枕，睡前知识，谢谢欢迎热心相迎。为什么想剪那么短？就是喜欢啊，就是喜欢换造型，就单纯想换造型，单纯觉得好热哦，我要剪掉这样。就我都是一个很随性的人，我想剪就剪，这样想留就留。嗨，暖风，跟无名一起变回来。无名太久了好吗？我没有在用无名，其实我根本不用无名的。咦，现在还瘦，有点难想象，就是也没有瘦多少，但是就是比现在瘦一点点。对，那是谁？对，那真的就是我。可是我无聊的时候在家里拍的，对，就是我家的房间，我老家的房间。你像冰封升天，这短发长度蛮常见的，对，这个还好，但是有更短的时候，这个还不是我最短的时候，就是我剪过超短超短的，可是我现在有点，应该也难找哎，因为有点久了。哦，我以前差不多就长那样，长发、短发一点的话，就是及肩的短发，差不多是这样。就那时候已经留长了，对，我之前剪很短，就是我已经留了一年了，才留到这么长，所以就是我留了很久，因为一次剪太短了，超好笑。好像真的没有那么短的时候的照片。怎么应该是深眠没进入太短，对啊，所以会很累。二次元只要都没有违和感，因为习惯画习惯。嗨黄鱼，嗨捏泥巴，嗨呆呆。这短发长度，对，短发很真的很好用 cos， 因为头发不会很难塞，你知道吗？长发头发真的是有够累，你知道每次塞头发就会塞得很心累，你知道超好笑，塞头发就要塞很久。嗨，还有不散的乐，嗨 Q， 我就是短发看起来超幼的、啊，这个头发看起来像小朋友。还有更短，但是我真的有点难找，要找有点久，说不定没有，因为真的太久远了。不太会，就是化妆没有到这么好，所以就是也没有很好看，对，反正就是很丑就对了。这种都比起跟现在比的话很丑。以前真的就长那样，就很像小孩啦，因为以前比较不会化妆。就是我以前有用过一次那个黑子，只是我的黑子没有很好，因为就是我不太会画男生的眼妆，然后我男生眼妆画得很崩。
我画到我崩溃，他的眼妆好难画，哈哈，这真的太特别，那个眼妆，他的眼妆我研究了好久，就是去查一下别的，就是 coser， 就是他们会就是分析那个眼妆怎么画，然后我就用了超久的，然后还是不会画，对。再想法可以让什么头变外星兔，外星兔。想法塞了，外星兔还蛮好笑，是还好啦。太鸭子还不想变萝莉控就要破戒了，什么鬼？画得很粗吗？他就是眼睛啊，他就是要把他的眼睛的特色画出来，就是你知道，就有种无神塌塌的感觉，眼睛超难的，好不好？超难的，他的眼神太难画了。因为我真的很不会画男生的妆，因为我几乎不会出男角，所以就是就是很烂这样。我好像真的没有那么短的时候的，没有，因为我之后都是等留长了之后才拍照的，所以我之前短发照几乎都没有了吧，就是失踪了。今天最短，因为这个就是这个好亮，就是这么短，但是其实也还好，就差不多到这里。但是还有更短，因为我那时候更短，就是那时候已经留长一点点了，我已经找不到更短的了，这已经没有更短的了，有点困难。呛的问题啊，曲目不会都很难吧？我不知道啊，就觉得因为对我来说，我本来就没有很会跳啊，所以对我来说就是有些都还蛮难的。对，可能有些会跳舞的人当然就不会觉得很难啊，或者是他们可能就觉得哦，反正练久了就会。可是就是我练久还是会有点卡卡的吧，就是这样。对，但是就是怎么讲，以前照片到底放在哪里啊？以前的电脑里，以前家里的电脑里好像有，忘了，还真的不记得了，所以那不是重点。就是可以剪超短，我不要，我就是想剪到这里而已吧，就是差不多像阿诺的那个长度吧。那剪那么短干嘛啊？笑死我！剪那么短，我自己也不会处理啊，说真的。那个时期的时候，甄选时期的时候的长度就跟我差不多，大学期间刚长长没多久的长度差不多，就是那个长度。因为我那时候很喜欢戴放大片，然后那时候比较刘海比较厚一点，这里的刘海比较厚一点，就是看起来像小朋友。小朋友，对，阿诺差不多，也没有阿诺到这边啊，没有，也没有到很短。你说的很短是在耳上吧？我说那种很短，但很耳上，可是我没有到耳上意思，就是差不多阿诺的长度吧。谢谢无糖心之冠 KFC 吗？边转那边很难，边转手是还好，那个还好，那个比较没有什么技巧性，就是好看就好这样。但有些本来就真的比较难跳。不是光头就好，这就有影响。对啊，也不像吧，因为我跟阿康的五官其实不像。嗨，小杰，いろんな懐かしい、そうですね。萝莉控要出来了。FV 相簿有没有啊 ？FV 相簿里面没有啊。刚刚就是最短的了吧？再来就没有了吧？那还有吗？我怎么没印象？刚刚怎么没翻到？我刚完全没有翻到啊！
不到啊。我眼馋，就是我眼馋。天啊，太多照片了，翻得有点累。哪里？哎呀，被我划掉算了。好累哦，怎么翻那么久还翻不到啊？傻眼，有没有吧？我刚翻了那么久，就没看到啊。2014年呢？2014年有吗？有我在内的里面应该会有，就是不是我发的，然后是别人发的，在他们里面应该会有哦。因为有些人会标记我嘛，标记我的话就会有我的头，我的人，就应该是别人标记的吧？好可怕！我找到我以前的黑历史了 ，Oh my gosh， 超可怕！我以前的黑历史的 cos 照 ，Oh my gosh， 大家千万不要去翻我的照片啊，谢谢，太可怕了，没有啊。1月12没有啊，哪里？还是没看到？我刚剪的时候的照片都被我删掉了吧？好像。IG 是找得到 ，IG 找不到，对 ，IG 没有，对。IG 比较没有黑历史啦。IG 要是有黑历史啊，我应该疯掉吧？没有啊，我找不到以前的照片。正太还是黑历史，我也没有正太啊，你就短头发嘛，没有吧？不知道，找不到，被我删了。反正就是我没有特别留，我没有特别留照片。好低哦。想剪就剪的人，但我不是会因为什么事情然后就剪头发了，我是自己开心就想剪的那种，然后谁说没有用，我就是想剪就是想剪这样，我就是我自己的头发、啊、自己想剪不就我自己的事情吗？一直剪头发，其实现在想想我以前的腿跟现在腿好像差不多哎、欸。因为我刚突然翻以前照片的腿，好像真的差不多哎、欸，嗯，看我的腿应该没有特别变胖很多，还可以吧，好好笑、喔，开心，对我就是想剪就剪的那种人，没有很在乎，对，就是想说啊就剪啊这样，就想说啊想换个造型，然后就想说那就换。因为想说换造型，就是都是短发、都是长发很无聊啊。然后想说啊，不然就来个剪个短发好了。然后我就想说啊，反正要剪就给他剪最短好了，然后剪超短，超好笑。没有啊，就跟现在腿差不多啦，对，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。就是差不多，就是没有变很大，就是差不多的样子。就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就会莫名其妙觉得自己胖啦、啊，但是我觉得应该有变胖一点点，就是有变壮一点点，因为一直练舞什么的，那个小腿肌一定会比较大，对，所以我觉得小腿肌还是有变比较大，因为以前我顶多就是场次的时候会走比较多路，但平常的时候我根本就没有在走路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根本就不太会有什么小腿肌，就是因为现在练舞练太多，所以就是小腿肌很明显，超好笑，不知道。没有特别，我根本没有印象，多太久了吧？
七八年了、欸、七八年我怎么还记得他问我什么，好好笑。Hello， 屈原，嗨，毛良，嗨，亚麻路普，嗨。又细的腿没有，就觉得还好，就细，但是就是我觉得不够，就是那种很奇怪，女生都很奇怪。剃光嘞，剃光干嘛？傻眼，头发太短，阿妈也嫌丑，哈哈哈。应该不是因为丑啦，谢谢不杀。正太照没有吧？那应该不是正太照，我没有出过男生的角色，对，所以你看到应该不是什么正太的。对，那个就是单纯的短头发，因为我没有出过男角。尝试的时候走比较多，对，就尝试的时候走比较多路而已。嗨，存在天天小魔方，按摩机，嗨，复尾，其实也还好，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，就是看起来比较小，就是看起来会再更幼一点这样而已啊，但是脸其实没什么差别。因为我刘海都差不多的样子，就是不太会有太大的变化，就是顶多就是头发的长度而已吧，就差不多这样。是我想剪啦，但是还没有办法换造型。这样很难抓哦，这样其实不是很好抓。还会很好笑，这什么奇怪？那个古代的头发没有，古代人的头发是不是？古代人的头发好难哦，包头，包猪头，包头，太难了。变古代人的头发这样，变古代人，你16岁也太夸张。谢谢欢迎战士的乐，嗨培根，谢谢欢迎战士。六花吗？差不多长度吧。我之前出过的短发就，还有出过的短发是雷姆，然后不笑猫，还有谁啊？好像就这样哎、欸，我。出的短发还蛮少的，我之前原本是要出凌波凌的，可是对没有时间出，所以后来就没出，没有出它了。像目前是这样，我出的短发的角色很少。谢谢追踪，谢谢掉级乐，傻巴头有什么好笑？洋菜，雷姆是谁？什么雷姆是谁？嗨奶茶，你是失忆了吗？日本公主要准备出战，对啊，我觉得那种就是以前古代的人头发就这样讲，然后这样短短包，它是这样子，然后垂垂的，然后在里面后面绑一撮，然后这边松松的这样，好好笑哦，好丑哦，江户喵，变什么古代公主吗？那你 T 妹什么？第二季还没啊？第二季不是才出了第一集吗？他应该才出了第一集吧？还是第几集来着的？反正就没有多少集啊。他不是才出了第几集而已嘛，就没有很多集。谢谢新之怪。中分就是 Hime 机，就是真的很 Hime 那种 Hime 机，就是这样两片，然后中间隔开，有没有？那个很酷哎、欸，口角酒。嗨，威如。我知道出了啊，可是他没有出多少集，不是吗？他不是才刚出吗？他才刚出没多久吧，才两集，拜托，
也才两集，没有看，因为我连第一集都没看完，对，我第一集看了一半不想看了，因为实在太虐了，虐到我不想看，你知道吗？谢谢珍珍，谢谢，好好笑。这后来就不是很想就是追下去，我就放弃，就看到一半，然后我就半弃坑了，没有，就半退坑，就是大概知道结局是什么啦，但是中间那段不太想看，就觉得哦，看了会觉得很心塞，你知道吗？会很心塞啊，不行。对啊，太虐了，你怎么会这样虐我的雷姆嘞？因为我有出过雷姆的两个版本，一个是女仆的，一个是幼年的。我觉得幼年的好难哦，因为幼年的就是脸不够圆的话，就会看起来不够幼。然后就觉得我看起来真的是脸太消瘦了，就因为我脸是凹进去的，就觉得很丑，真的很丑。第十是阿基拉，谢谢阿基拉。充完电了，耶，终于充完电了，因为忘了充电。边充电边那个阿士啊，就那个阿士，我好像有听过，好像有看过，但是忘记他长怎样了。第九是 S R G， 谢 S R G， 谢谢。第八是花生手包室，谢花生手包室。第七是 C K U M K， 谢 C K U M K。第六是海妖不杀，谢海妖不杀。没有，我根本不够幼，有人还比我更幼哎，因为我脸太凹了。因为有些人的脸是那种圆圆的，很可爱很可爱的脸，就是在化妆的话看起来更就是更小。可是我因为我脸太凹，就没有办法像他那么的幼齿的感觉，因为脸型还是有差别的。第五是太空，谢谢太空，谢谢。第四是不入流，谢谢不入流，谢谢。第三是幻影战士，谢谢，谢谢幻影战士，谢谢。第二是无糖，谢无糖，谢谢。第一是深深，谢深深，谢谢深深，哇，谢谢大家。我也没有瓜子脸，瓜子脸是这里是绝对不能有。凹陷的，它瓜子眼的话是要这样子下去，可是我这边是两边是凹的，所以其实我是一个，我这么讲，我这个叫做苦命脸，对，就是很哀伤的脸，也不是，就是怎么讲，就是太消瘦了、啊，这两边是凹进去的，这个角度是超明显的。对，照理讲呢，这两块应该是要有肉的，可是因为我戴牙套的关系，然后我颧骨又比较高。就是有颧骨的话就会，就是没有颧骨的话就会看起来还好，可是因为它有颧骨啊，然后就是这里就会看起来更凹。我觉得应该是我的颧骨本来就太凸的关系，因为我颧骨本来就比一般的还要凸一点。对，我可以不要这样块，可以帮我补这两块就好，我要这两块就好，谢谢。好好笑、哦，好丑哦，所以我都喜欢用我的刘海遮，因为我就是刚好遮掉这两块颧骨，但是我脸型还是瘦的啦，就是用了我的刘海来遮我的颧骨，因为我的颧骨太凸了。对，颧骨太凸也不是一件好事，因为看起来会比较消瘦。谢谢，就是笑的时候才可以修饰啊，不笑的时候就看起来很就是你像没吃饱没睡饱，然后就是。很好笑，谢谢，我真的很需要大家分点肉给我，分在这里就可以了，其他地方不需要这样，其他地方就随便这样。
谢谢大家，谢谢 PAT 的玫瑰，谢谢小念子乐，谢谢 CNK 的乐。对，没有婴儿肥啊，其实那时候算婴儿肥嘛，就是脸比较圆而已吧，脸比较肉一点。拜拜，大家晚安，下星期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拜拜拜拜拜，大家辛苦了，好困，好累哦，拜拜，大家再见，大家晚安，大家也早点休息，再见。对啊，下星期了，对，这礼拜就有播三天啊，对，我最多就是三天，不会再多了，就这样，大家再见，晚安，下礼拜见，不不不不不不，拜拜，睡觉觉。